12月28号，世界最大跨境拱桥广西皮南三桥正式建成通车。皮南三桥位于广西贵港市皮南县西江大桥上游6公里处，大桥全长1035米，主桥跨境为575米，全桥总用钢量15000吨，设计通车时速为60公里每小时。皮南三桥主拱类主弦管由筒节焊接而成，最大的筒节直径 1.4 米高3米，是用一张面积为 9.4 平方米的钢板切割焊接而成。全桥共1960个筒节，叠加到一起可达4792米高，相当于将14座埃菲尔铁塔串接到一起。那么为什么要建拱桥呢？它造价最低，它比悬索桥低了将近1亿，比谢拉桥低了4000来万，它的耐久性比所有的桥都强，它的刚度比这些桥都大，它的维护费比这些桥都少，所以它的优点都具备了。皮南三桥建成通车，刷新了世界拱桥跨境纪录，超越主跨长552米的朝天门长江大桥晋升为世界第一拱。中国工程院院士、广西大学教授郑接连介绍，皮南三桥建设过程中实现了多项关键技术的突破。这个桥台是在岩石上，对面那个北台是在卵石层上，一人一卵一软，这是对拱桥的打击，但是我们处理得非常好。卵石层最到现在为止观测的下沉只有5毫米，这个桥只用了2年半建成，我们的所有验收的都是优良，零安全事故。技术上就是我们把这个桥的主要工序全部都申请了发明专利，这完全具有中国的知识产权的一个项目。中国是桥梁的故乡，自古就有桥梁的国度之称。目前中国公路桥梁总数超过80万座，铁路桥梁总数超过20万座，中国桥梁已成为响亮的世界品牌。